KPM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今天是一只蝴蝶，你看穿这么漂亮的衣裳，难道今天的课是跟蝴蝶有关吗？还是还有其他的昆虫呢？哎，我们先把老师介绍出来吧。 学州家谱英华小学的张晓燕老师，欢迎你。Hello，丽婷。好，老师好。Hello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燕老师，你也可以叫我张老师哦。张老师，我们今天是这堂课是跟蝴蝶有关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就会跟这一个。 昆虫有关，哦、昆虫啊，对，因为昆虫，昆虫呢，就是呃，其实小呃小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昆虫的，因为我们的周围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昆虫，你知道吗？丽婷，昆虫呢其实是动物界里面呢最大的一缸，啊<蛤>，很多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已经有一百万种昆虫了，<哇>那些是已经命名的，还有很多是还不知道的哦。 有没有好吓人哦？一百多万种，那么的多，那怎么今天我们要认识哪几种呢？嗯，老师先介绍一下，什么是昆虫？嗯、昆虫呢，其实是啊，老师就拿这一只小昆虫来讲吧。这个，这<是>啊，这个是啊，啊蜜,蜂蜜蜂，对，蜜蜂，嗡嗡嗡嗡嗡嗡，这是蜜蜂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蜜蜂呢，你看啊，我们昆虫呢一定会有头。 头，我们有头这个头，然后呢，我们有这一个呢叫做胸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第三个部分呢，我们叫做腹。这个头呢，通常都会有这个触角，有这个触角的、哦、啊，可能有单眼啊或者复眼啊，然后它要吃东西啊，都是在这个头的部分。然后呢，这个腹部呢，哎，这个胸部呢，就有一二三四、哦、五还有六。 再来讲，一二三四五六六,六只脚，然后有八只呢就不算、啊、就不算了。昆虫呢，它都是六只脚，然后有一些呢是有翅膀的，然后有一些是没有翅膀的。然后呢，最后这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个胸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对不起，这个腹部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它的五脏在里面。然后你看蜜蜂，它是有这个可以蛰人的，可以蛰人的，啊、很痛的没。我们说被。 被人被蜜蜂叮对对对，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记得哦，在家你们不要不要这样子抓这一个昆虫蜜蜂，尤其是蜜蜂，嗯、不要随便去抓这一些小昆虫哦，是很危险的。因为呢，如果我们去伤害它的时候，糟糕了，它就会蛰我们。这么呢，蜜蜂蛰了我们过后，它就会死了。 哦、那老师，蝴蝶呢？蝴蝶又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特征？就是有翅膀了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子，立体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些呃一些花嘛，对不对？花这样子呢，像老师的这一个，是蜜蜂，我们就把这个蜜蜂的那个字卡连在那个花上面，可以吗？啊、来，老师的是这一个第一个哦，蜜蜂。 蜜蜂，蜜蜂，我们把蜜蜂粘上来哦。蜜蜂,蜜蜂也采花嗡嗡嗡嗡嗡嗡。蜜蜂。样第二个，丽婷，你那边有什么小小昆虫呢？我这边的小昆虫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只蜻蜓。蜻蜓有翅膀吗？有两对翅膀。啊、蜻蜓是有翅膀的。<蜂>有些小昆虫是有翅膀，有些小昆虫是没有翅膀的呀。那蜻蜓也是有六只脚，一二三四。 五六六只脚，那么我们把蜻蜓的字卡也粘上去好吗？好的，来蜻蜓的字卡粘上去。哇，蜻蜓的笔画好多，老师。对呀，蜻蜓的笔画好多，但是你看到它的部首其实是虫字旁。哦，虫昆虫的虫，对，所以一定是昆虫。对对，再来，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个。 蝴蝶很漂亮的蝴蝶对，好漂亮的蝴蝶哦！<是>这一个蝴蝶，你看蝴蝶好漂亮，你看它也是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只脚蝴蝶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蝴蝶，这个呢是蝴蝶的字卡，蝴蝶，蝴蝶，也同样有虫作为它的对手。对对对对，丽婷到你了，到我，我这边有一只，哇，这一只好大的蚂蚁啊，噌噌噌噌噌，蚂蚁。 这是蚂蚁，这个蚂蚁什么颜色呀？这个算黑灰色吗？黑啊，黑蚂蚁。黑色，黑蚂蚁，黑蚂蚁是比较大只的，对对对。红蚂蚁比较小。然后你看它的那一个呢，它有一个蛮大的那个嘴巴，所以如果蛮大的嘴巴，所以它会咬人，会特别痛。哦，会痛，好。对有一些红蚂蚁在树下的，也是特别痛。也是，嗯，咬人会痛，好。来，我们把蚂蚁的字卡也粘上去，来，蚂蚁粘上去，OK。 蚂蚁，OK，再来就是到这一个啦，好可爱，这个很多卡通片里面都会有的。对对，这个是瓢虫，好漂亮的瓢虫哦。我们看一下瓢虫，老师这个英文是不是叫 ladybird？对对对，这个英文就叫 ladybird，好多人都好喜欢呢、哦。这个瓢虫，<是>然后我们看瓢虫也是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只脚，然后这个瓢虫是有翅膀的。 是有翅膀的，你看它会飞的哦。哦，oh, 那这个瓢虫怎么写呢？哎，瓢虫在这里。瓢虫，瓢虫，我们把它连上去哦。哦，oh, 所以老师今天介绍了好几样的昆虫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一下这个呢，我们叫做昆虫标本。标本呢，oh. 就是已经是是真的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这个不是玩具，老师的这一个是玩具、oh. 啊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、是真的。Oh. 啊，然后呢，把它变成标本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种的昆虫，对吗？是，还有这个标本是蝴蝶的标本，对对，钻钻都是蝴标本。是，它们是真的蝴蝶，蝴蝶真的蝴蝶。但是后来它们死掉了，<蝶>就变成标本了，哦、把它收起来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把它收藏起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你看，单单一种蝴蝶都有好多好多好多种的蝴蝶，你看，五颜六色，不同,色不同的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学到了啊一堂课呢，就是昆虫啦，大家都认识咯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昆虫是动物界中最大的一纲。你们认识昆虫吗？ 快下雨了，蚂蚁赶着回家。下雨天了，有好多蚂蚁啊！你看。我我我我我我喜欢蜜蜂，蜜蜂很勤劳，蜜蜂会采很多花蜜。弟弟喜欢吃蜜糖。吃瓢虫，瓢虫可以打害虫、哦，瓢虫真可爱。 是一虫，它会是花虫。这个是蜻蜓，这个是毛毛毛毛虫。 KPM，哎呀，没得吃了、嗯、啊啊！对啦，<业>小朋友们，我们时常要把我们的食物盖好哦，不然的话苍蝇就会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食物盖好好啊。 哎，老师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苍蝇吗？对对对，丽婷，我们今天要学的呢，就是有关害虫跟益虫的这一个环节。丽婷，你知道你现在拿的是什么吗？我拿的，啊，现在的啊，这坏蛋的，它就要偷吃我们的食物。如果我们不小心吃到苍蝇沾过的食物啊，我们会拉肚子。那它应该是害虫吧？对对对，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哈，这一个呢是老师做的一本安静书。这个安静书呢是有关益虫与害虫的。 益虫与害虫这样子呢啊，老师就把它拆开放在桌面上。啊、这样子，丽婷，你刚才手上那个是什么呀？我的手上这两只是苍蝇。嗯、对，苍蝇，你觉得苍蝇是生长在哪一个地方的呢？苍蝇喜欢有食物的地方，然后很杂乱的地方，<后><对>有很多味道的地方。对,对,对香香的还是臭臭的呢？臭臭的，臭臭的。这样，你找一下是哪一个图画呢？我感觉好像这边很多垃圾哎，对对，是苍蝇吧？对对对对对 啊，我们就把那个苍蝇连上去。OK，苍蝇来了，我们就把那个苍蝇的字也连上去好吗？<哈>苍蝇的字，苍蝇的“蝇”字也是有虫的哦。对，我们把苍蝇，来，<是>来我们读一次好吗？苍蝇，苍蝇，苍蝇，苍蝇,苍蝇、啊。接下来，哎，刚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头上这一个。 头上这一个哎是什么呀？蝴蝶，蝴蝶，这样子老师就拿蝴蝶出来咯蝴蝶，这个蝴蝶呢是嗯，应该生长在哪里呢？嗯、蝴蝶喜欢在哪里呢？有花的地方。对，有花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就飞飞飞飞，我们把它撵上去了。 蝴蝶脸，蝴蝶采花蜜。对，蝴蝶呢是很喜欢采花蜜的，它是非常勤劳的。这蝴蝶的字就是蝴蝶，我们把它粘上去哦。OK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丽婷那个有一个下水道啊，肮脏脏的。嗯，你觉得是什么小昆虫会在那边呢？有一种小昆虫，我们每次叫它英文名 ladybird，ladybird Lady 是。 瓢虫吗？老师，对对对对，瓢虫就是这一只，我有图片。但是丽婷，我们这边好像没有瓢虫的地方哦。我知道。讲的是下水道，下水道臭下水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蟑螂。对，蟑螂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小强。对，打不死的蟑螂小强，就是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哦。老师把小强画的太可爱了，其实它很可恶。对。 对对，小强呢是啊，蟑螂呢除了会在下水道啊啊、臭臭的地方呢，它也会在我们的那个，它会咬我们的衣服啊，咬我们的裤子啊那些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家里有一些食物我们没有吃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垃圾处理掉，不然的话呢，<好>就会有那个蟑螂来，很快就来了，很容易滋生的。好的，蟑螂老师是这样写对吧？对，蟑螂也是有好多个虫哦。好。 好，再来，AK、okay, 老师的这个嗡嗡嗡嗡嗡嗡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这个蜜蜂来飞到东。到东这个小蜜蜂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昆虫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说小蜜蜂非常勤劳，所以我们要呃有它的那个精神。OK，那我们把这个小蜜蜂，小蜜蜂住的地方叫做蜂巢。 啊，这个蜂巢蜜糖就在那一边。对，蜜蜂很会采，呃，采花蜜，所以采了花蜜呢，我们把它弄一弄，就变成蜜糖了。OK, okay <来>。还有一种昆虫，我们最讨厌的，就是它会咬人。对，什么啦？它是蚊子。嗯，赶快把它放下去。哎呀，叮到我了，啊、我的手上红肿了。蚊子，对,对,对蚊子。 好，再来，我们就这个非常勤劳、很很有合作精神的这个蚂蚁，蚂蚁，蚂蚁,蚂蚁，我们就把这个蚂蚁。你看蚂蚁好小哦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扛很重很重的，它是大力士的，很有力的。Okay? 虽然它的身体小，但是它一点都不小哦，力量可、哦、力量大哦。嗯，给蚂蚁。蚂蚁 好，老师，可是这么多昆虫，哪一种是害虫，哪一种是益虫呢？益、嗯、虫就是好的虫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害虫就是对我们造成危害的，不好的，不好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把它们，呃，这里的那个安静书呢，我们把它们看一下，哪个是益虫，哪个是害虫，好吗？来，丽婷，你看一下第一个苍蝇，苍蝇肯定是害虫啦，因为它偷吃我们的食物，还让我们拉肚子。哎、可以害虫。再来到我了，张老师哦，张老师现在拿的这个是益虫？老师说。 蜜蜂是益虫，因为呢，它会采花蜜给我们啊，有食物，所以是好的益虫。再来，蟑螂肯定也是害虫啦，老师。对，因为它臭臭的，我们猜且很讨厌。哎呀、啊，蟑螂是把它丢掉，哎呀，我不要见到蟑螂，把它冲到下水道去。太丑，你会怕蟑螂吗？哎，还好，还好我会拿拖鞋。<laughs> 啊，对对对对，这 <laughs> <laughs> 一个。 采花蜜的 OK 啊、uh,，那个蝴蝶，蝴蝶呢虽然是说它是益虫，但是呢，它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是毛毛虫，毛毛虫是不好的，它会吃掉叶子，所以毛毛虫是不好的。哦、可是长大了，蝴蝶就是益虫啦。我们太好了，弄上去啊。益<那>虫，蚊子叮咬人，让人呃这个皮肤红肿，肯定也是害虫了。对对，最后就是非常勤劳，<laughs> 有合作精神。 的这个、啊、蚂蚁，我们要向它学习、哦，要非常勤劳。哎，就是它了，益虫。哎，到了。OK，好，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害虫和益虫。哦，我又上了一堂课啦。嗯。

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教大家来认识昆虫，那不如呢，我们也来动手做昆虫，怎么做呢？用一个灯笼就可以了，请张小燕老师来教我们吧。好，谢谢丽婷，这样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手工了，就是我们的昆虫。我们因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灯笼来做昆虫，这样我们就做啊蜜蜂，蜜蜂的主题哈，蜜蜂。<好>这样蜜蜂呢，昆虫通常我们就从头开始，头呢它会有。 触角,触角啊，触角，触角老师就有这一个触角。<是>当然这个是手工嘛，我们就我就喜欢怎么样的造型啊，什么样的颜色啊，都是自己的创意，自己的喜欢。所以呢，老师就把它触角弄触角啊，是这样子，圆圆的触角。我们把这个圆圆的触角粘在一起，然后做一个立体的这个触角。噔噔，哦。<laughs> 没事，<laughs> 没事，没事，也是可以的。可是为什么我沾不到的啊、uh,？OK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好，老师继续。<我>老师，我努力。<laughs> 好，接下来我们好触角好了，我们就用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哎呀，眼睛。 眼睛先有黑眼球，对对对，有先有黑眼球才有白眼球。我没有黑眼球，好，没关系，老师先做，我再学。OK，先有黑眼球，这样子老师没有白眼球，老师拿你的、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有哪里？还有黑眼球，哎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嗯，白眼球，你要怎么样放都可以哦，我们可以给它上，也可以下，也可以。可以好的。Hey, 然后好了呢，我们就有蝴蝶的身体，它是有好像条纹一条一条的嘛，对不对？蜜蜂,蜂的身体呀、啊，<对>是一条。哦，所以要把它的纹路给做起来。对对对。OK，OK，okay. <laughs> okay. 好。小蜜蜂，小蜜蜂，蜜蜂飞东西来飞到东，东边花儿开。<带> <Okay. S 2> 然后呢？嗯、老师放嘴巴，嘴巴老师的蜜蜂有嘴巴哦。OK，丽婷，你的有腮红吗？腮红，咦，好像有了，哎，腮红，腮红在这里。没关系，丽婷，你先做嘴巴。我做嘴巴哈，我把嘴巴贴上去，一个微笑的嘴巴，酷酷<呵>。来，丽婷的有这个腮红，来。 老师给你这个腮红，好的，我的嘴巴歪歪了，没事。我们做手工就是我们做我们自己想喜欢什么做都可以，没事。来腮红，一平的好可爱哦，有腮红哦，好有腮红，他很很害羞，对对，张老师的一点都不害羞，就是,是这是这是鼻子还是嘴巴？嘴巴。 嘴巴，可是怎么好像鼻子啊？<laughs> 你要把它当成鼻子也行啊。好的。Tina，<laughs> 还有，哎，这青色的是什么？老师，老师，呃，弄一个青色的翅膀。翅膀。对对啊，那翅膀应该怎么贴呢？两个粘在一起。两个粘在一起、啊。你想怎么贴就怎么贴，都可以。哦，OK，好像刚才我们贴触须。 触角的时候那种吗？对对对，看老师怎么弄。么弄两个两个粘在一起。哦，先粘它的头，啊，把它粘在一起，<Okay. S 2>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样子弄在一起。OK。在旁边。嗯、哎呀，<有>哎呀，我还少一对翅膀呢。嗯、如果有的话，啊，有了，翅膀。OK，老师粘好了。给、okay, 翅膀。哎，掉了我的翅膀。 好脆弱呀！小蜜蜂，小蜜蜂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东边花儿开，西边花儿红，四处采花蜜，天天忙做工。谁家孩子读书不用功，不如眼前小蜜蜂，小蜜蜂。蜜蜂 <laughs> 好，那这样子算完了吗？对对对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我们的叫叫叫叫。<脚>脚脚脚 对哈、哦，蜜蜂有几只脚呢？六只脚才能算是昆虫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不是六只脚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啊，都叫它们小动物。哦，比如说蜘蛛吗？对对，我们都叫它叫小动物啊。哦，蜘蛛不是昆虫，是小动物。对对，对对脚要贴哪里都行吗？都行啊，对哈、哦，因为这是手工嘛，手工发、就、挥、是、创意，发挥、啊、你的创意，嗯、你想怎么怎么弄就怎么弄。呃、嗯 一不一样都不用剪，二三四五六，哦，随便贴，随便贴，没事。哦 <laughs> 哦，哦来看老师的，老师的比较漂亮。<laughs> 没，<laughs> 我们都是一起做手工最开心嘛！你听，我我老师跟丽婷不停的在笑，一边做一边笑，发挥创意，有两只脚粘在一起了。<laughs> 好的，那还有什么呢？蜜蜂的脚也贴了，哎，就没有啦，就完成啦。这是我的蜜蜂，蜜蜂。那你的蜜蜂是怎么样呢？你也可以动手自己做。哎，我们可以加上这一个。 灯笼嘛，一定要提上来的哦。这只可以把它扣上去，对,对，灯笼，给、okay, 我们可以把这个灯笼，灯笼下面我们放了一个灯，哎，听，有惊喜哦！呀，<Yeah, S 3> oh. 来，所以中秋节的时候呢，可以提着你自制的蜜蜂灯笼去上街。 对啦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去上街啦。好，那老师今天教这个昆虫这堂课，其实要教我们学会什么呢？嗯，其实我们要懂得，第一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认识那一些昆虫的名字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呀？蝴蝶、蜜蜂、蜜蜂，嗯，蜻蜓、蟑螂、瓢虫，还有什么？瓢虫，瓢虫是益虫，还有呢？蚊子，蚊子，还有蚊蚊蚊,蚊，苍蝇。 苍蝇，对对对，所以害虫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危害，所以呢，小朋友们，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些呃害虫，你你担心这些害虫滋生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防范措施。比如说蚊子，我们应该要怎样呢？丽婷，蚊子，蚊子啊，如果是黑斑蚊的话，我们要把积水全部弄干。对对对，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的花盆啊有没有积水啊这一些，所以一定要检查啊、呃、积水。 那这样子，我们如何防止那个蟑螂呢？垃圾应该怎么样？完麼樣吃完了食物应该怎么样呢？吃完了食物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，很好的放在垃圾袋里头，然后把它竖起来，丢到垃圾桶里头，對對對然后盖起来。对对,對，保持卫生對對對對。对，保持卫生,生。吃完了桌面，小朋友们记得桌面也要擦一擦，检查一下桌子上、桌子下有没有弄干净，有没有食物的残渣。因为食物发酵后，蟑螂最喜欢了，<是>所以一定要保持干净。这样子，苍蝇呢？ 苍蝇的话，我们就是同样是会盖,盖,盖起来。对对对！对对哇，今天上了一堂宝贵的课，<对>希望大家都有收获了。我们好好的了解了昆虫了，下一次再见咯谢谢张小燕老师，拜拜，yeah, 拜拜。